我们投了大量的广告引来的流量，我们把它带去门市，门市它会在体验，就客户在摸得到、看得到的情况底下，它自然而然会提高它的转换率。明白，我们说经济经验的一个有效的工具，那个后台的工具不应该只是线上的，而是它必须要能够结合线上线下的一个数据，然后做更全面的分析，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去决定。以前的产业链是从产品到渠道，然后做销售，最后才有。
因为原